哦，没有，这是正常的。正常个屁！哟哟哟哟哟！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亚洛赫啊。今天阿洛也不在，因为今天是一张单人闯关地图，好不好？那么啊，这张地图啊，名字叫《正常的空岛闯关》。听起来有点不正常。那这张地图也是很直白啊，进来跟你说，撒压力板就可以开始喽。OK， 来进去，然后这边就直走，怀着桥会爆。我就说嘛，这是看不到我的作者哈。Oh shit！看我背后，自杀？不对啊，说不定这有其他东西，对不对？说不定这有其他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个可能我跳一下可以上去。再见。It's so gay. I mean, it's so gay. 不对。还是我直接开箱子来看啊，开不到，我直接走边边 ，OK， 直接走边边，走边边看不到我了吧，对不对？这边也是会掉吗？这也是这边也会掉的意思吗？这箱子开得了吗？好像不能开，其实，我要直接跳过去是不是？不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要怎么过去啊？讨厌哎、欸，哦，要，那是女生哎、欸，这边怎么办？我直接用跳的吗？这边跳过去吗？好像不是不行，试一下。一下。对，不行。再见。你会告诉我还有什么旁边什么路之类的、哦、？OK， 我会告你，作者，我会告你。我是白痴吗？我是白痴吗？一起这边应该跳过去吧，这边可以，可以个屁！该不会这还是个 Neo 吧？不会吧？作者不会，你不会做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吧？过来了，这边不能看，这哪里？哦，这边传送弓，我、哦、天啊，弓箭是我的主场，什么？一组剑士拿完就按这里吧。哦，备用的非特殊剑士，我可以一直拿来是不是？嘿，这都是我的。哦，没有，这是正常。正常个屁！好疯哦，这是没有雪球。我要看一下雪球。中介珍珠，真的哦，真的哦，真的吗？桌子，真的吗？啊，他没有传送到啊，骗我！哎、欸，啊？哦，这个才可以传送啦！对，备用的非特殊剑士，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这也不能传送啊！奇怪。哦，我要试到那个是不是？按钮。拜托，我是剑神啊、我是剑人啊、我是那个弓箭大师啊、OK， 我是猎人 ，OK， 我说猎人，我是猎人，我是可悲学生 ，OK， 来回来，果然苦，可悲学生才有用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。这什么？我要下去吗？这要我下去意思吗？你好啊，那个你好啊，发生什么事？哎，刚那个岛上是不是有按钮啊？好想看按看哦，看一下哦，什么先？先拿神奇钥匙再来，三选一拿控制感可以插，选错可以再选一次，不选死掉哦。哦，不会死掉哦，没关系。神奇钥匙在上面是不是？看一下，如果钥匙放错，可以点这边领，先领再说。冰桶挑战，哦，这可以。
我可以进地狱是不是？这边有个挖掉黑曜石不会掉方块。OK OK， That's OK。等一下，看我刚刚看到这边有按钮，会不会这边就有神奇钥匙？这是什么地方 ？Jump， 这是什么地方？啊啊！拜托，我是一个跳水大师。这怎么有荷叶？那个，它好像只有下面那个是水，是不是？其实石让我钻也是可以的啊。啊？啊？那不是石让我钻吗？啊 ？OK OK， 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它好像只有一个水，是不是？我只能跳那一个水了。等一下，它下面是不是没有水啊？多点几次这颗，嗯，这个是暗吗？不行，真的在那没东西。看一下哦，不能掉进来。等一下，它现在没有水哦。发现一件事，我要这样重走多少遍？我还要重走多少遍？坐着，我还要重走多少遍？我还要重走多少遍？我又来了，好不好？我又来了。那个 ，Go。好的，下面是没有水的。OK。天啊，我后面想那么犯贱的，明知下面没有水还要跳下去，我天哪！有人是抖 M 吗？做的像我进地狱就进地狱吧，我进地狱，我进地狱。地狱就地狱嘛，哎，怎么烫到了？不是要这样子吗？怎么没东西？我懂了，等一下，我懂了，等一下。OK， 我们这边可以一直拿一些钥匙。28颗很够了吧 ？OK， 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，就我可以这样子。其实我可以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真是的，这游戏真的很令人鼻酸。OK， 我还要准备一条让自己上来的路。李笑老师，我刚刚是发现一件事情啊，说起来，他岩浆的地方是不是可以？下去啊！等一下，我不点黑曜石 ，OK？ 岩浆好像可以下去哦。好痛痛痛痛痛！来，我再跳一次，看起来岩浆还是正规走法哈。来，岩浆 ，Go Go！ 哦，真的哎，真的哎，请找到神奇钥匙再出去。可以挖出泥，上面的告示牌。啊，你现在看是，我杀了你！出泥这边吧，这不是神奇钥匙吗？嗯？啊？啊？啊？欸，他怎么又有神奇钥匙？奇怪，可以放在石化橡木板砖上。这里吗？看起来不是，还在这里，不是。等一下，有人可以救救我？还是我要上去啊？哎咻！啊，要死了，完了！哎，我还没死哎，太酷了吧！啊，没关系，我还是可以出去 ，OK？ 我还是可以出去了，哈哈。没有，开玩笑，作者要从这边出去，我从这边出去嘛，好不好？我突然感觉要乱玩这张地图。该不会放这个吧？好像都不是，不是这三个。哦，不是啦，我想错，就他说找到神奇钥匙再出去，就是找到神奇钥匙，然后我们再出去。但没有要说把神奇钥匙放在哪边出去。真是我好笨哦！天啊，姚赫你好笨哦，怎么笨这样子啊？我天啊，姚赫。OK OK， 代表我们可以去下一关，对不对？神奇钥匙，哪个空这两个可以插？
这怎么选？哪个控制感可以差哦？那个男左女右，我选中间。真的吗？梯子。这意思是我答对了吗？真的吗？我的妈呀！我的妈，太简单这张题哦！我天啊，太简单了！我天啊！来看一下那个坑的程度还不错，好不好？还不错。这边好哦，哈哈。什么意思？你很玻璃心哎。OK， 那我给你还不错 ，OK， 还不错。我会死吗 ？OK， 没有死。还是我把它取？OK， 不好玩。好玩。他还给我苦力怕头，谢谢你。OK， 很好玩的吧？我渴望什么反应吗？两个都按，我全按啊！真的是，我超渴望什么奇怪反应的。哇哇哇！完张地图了，各位观众，那么谢谢各位收看啊！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拜。